近年越来越多人玩音乐、作歌、唱歌，更加会尝试出歌投资自己的梦想。如果想自知出歌放上网，甚至是出唱片，究竟应该怎样入手最实际呢？今集理财要贴地，请来独立音乐人郑世豪先生分享亲身经历和出歌的攻略。回忆全凭